小姐掌声一下，今天还充当我的服务人员，哎，只有为了你而已哈、哦。来，漂亮吗？来来，给我们这个，包括我们玉兴韩国来的亲友，还有我们的桃园来的美国回来的姑姑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现在来邀请大家高举酒杯，还有我们的阿公阿嬷。来，我们把酒杯斟满，高举酒杯来祝福我们这对新人，也谢谢我们长官贵宾的莅临，我待会再来为大家来一一介绍。来，高举酒杯，我想今天满满的祝福献给我们玉兴还有达颖，也祝福在场的每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干杯。谢谢。